抵达台湾最初的日子里，在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的李济，每年暑假都要赶到台中郊外的北沟，参加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儿子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些炎热的夏夜，李济只能和一箱箱与他同时抵达台湾的器物相伴，在整理的过程中化解乡愁。这些冰冷的物体静静地躺在储藏室的一隅，在老人心灵的深处勾连出那些温暖的回忆。周朝以前，人们把铜称作金，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叫做金文。作为贵族权威的体现，这些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呈现出族人间浓厚的宗族牵连。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的石鼎在内壁中央铸有一个铭文史字，由口和手持竹简的形象组成，俨然一个史官的模样。爵是用来饮酒和温酒的酒具，商朝的子父新爵在手把内腹壁的最上面是一个子字，像个婴儿。子是族徽，代表王子的身份。父新的意思是王子家族为父亲新祭祀用的酒器。簋是一种盛装米饭的锅，商朝的门祖丁簋腹部有一个门字，用作族徽，很可能是商代掌管制造门的官员。族徽之下的祖丁表示门氏家族为了祭祀祖父丁而铸的礼器。在金文中，箱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在一口锅的旁边，这锅就是青铜器中的簋。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饮酒吃饭。到达台湾后，李济将对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安阳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中。为了落实报告中的细节，年过六旬的老人常常要赶到北沟，近距离地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和铭文。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这是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对上古提出的问题。2000多年过去了，作为屈原的同乡，李济对中国文明的发源依然持有许多疑问。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他们信仰什么，又害怕什么？让我们一同试着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青铜器上寻找些答案吧。枭纽兽面纹方雷，盖上四角各立一只朝外张望的猫头鹰。当时，猫头鹰是吉祥物吗？商朝的门祖丁簋
颈部中央有一只高浮雕的老虎头，圈足部位是虎形纹，虎耳清晰可辨。这是西周时期的扶方尊，看看他双耳的造型，这分明是一对大象的鼻子。在与他们同时期的墓葬中，我们还发现或虎或象、逐鹿禽牛的字眼在甲骨中经常出现。难道当时的中原有大象？当时的中原丛林密布吗？那个时候的人们用这样的锅煮肉，用这样的杯喝酒，用这种蒸笼煮饭，用这种盘洗手，用这种乐器娱乐，用这种宝剑杀人。青铜器里面这个动物纹种类还是比较多的，鱼纹呐、蛙纹呐、象纹呐、虎纹呐、鸟纹呐等等，这个各种动物纹都很多的。我想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氏族啊或者某一个方国部落呀、他的这个崇拜他都有一定的关系了啊。也有些东西比如说是蚕呐、蝉呐，这可能就是我想就是人们的喜闻乐见的东西，这个恐怕也有一定的关系了。1950年，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断13年之后重新开始。几年以后，在大海另一端的李济通过香港的一本杂志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尤其可惜的就是后来十来次发掘，我们因为两岸隔绝他不能参加，所以对他老人家而说这是很难过的事情，很伤心的事，因为他所做的工作的遗址都不在这里，大陆上的信息一时传不过来。那时候第一大陆上跟这里不通邮，我们书刊都是香港转，那么当时是两边敌对意识很强的，很多书刊是不许进来，我们特别办交涉在这特许，所以往往看见的消息就书来也是明年事，这都使他心里非常的烦闷，非常的痛苦。许卓云是李济当年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同时在读的还有李义元、张光直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是通过他在海外的学生了解祖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以补充他的研究报告。我最近由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大陆广播的消息，说有关河套人的发现，这个学报我们这里没有，假如方便的话，我想请你把它用显微照相机拍下来。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40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据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化可能起源更早，但是那些文化早已消逝了。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无疑中国是依然伫立于世界上的最古老国家，它有最悠久的延绵不绝的历史记录。这一年从南京迁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在南港的新楼建成，随后安阳出土的文物被安置到新的储藏楼里。这是十余所在安阳考古发掘中所得体积最大最重的铜器牛方鼎。
器身四面装饰着浮雕牛头，牛头纹饰精密细致。与牛方鼎同时出土的还有这只鹿方鼎，形制与牛方鼎相似而较小，但装饰主题为鹿头。除了鼎这样的国之重器，十余所还珍藏着形象写真的青铜人面具，大量商代武士的青铜头盔和大小形制各异的战争兵器。不同于十余所对文物的陈列展示，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这是台湾媒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拍摄的影像资料，这段珍贵的资料使我们有幸得以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的存放情况。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拿铜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那个盖子上的钮，因为那个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我们有读卡机，那么要用电磁卡才能开这个门，所以开门以后这个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通通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跟一般博物馆不同，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大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是个别的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那么加上这个塞上慕斯，装在这些铁箱里头。那么每一个铁箱我们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那么就是为了这个安全的问题。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这一年的春天，李济在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糖尿病导致李济的视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青铜器。无数个夜晚，年近70的老人独自守在工作室的炉火边，他似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3000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铸造的过程不是工艺流程，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的仪式。他们满怀敬意和肃穆，灵异的图形在手中不断涌现。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的敬畏铭刻在祭祀神的器物上，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游动的精灵依然蛰伏在幽深的青绿中，青绿是时间的颜色，时间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实场景和细节故事。
方舟蛇很多顶，你仔细看啊，没有一件顶从它的样子，从它的装饰，从它的某一些方面就完全一样的啊，没有一件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一个逃犯啊，这个只能做一件器物。这个过去啊，在古代啊，他这个公之子恒为公啊，农之子恒为农啊，他有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他把这个某一项这个手工艺品呢、啊，那做的这个做的一代传一代，做的越来越好。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礼记》就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做了如下的认定，它已经到了一种高度发展的，背景是一种普遍传播在太平洋沿岸的原始文化。在这种原始文化的底子上，殷商人建筑了一种伟大的青铜文化。